我覺得應該有好多層嘅，係啊，然後慢慢收集翻。其實你應該一出世就係咁樣嘅，即係一嚿嘢，然後慢慢經過我哋嘅經歷之後，慢慢發現自己係點樣咯。所以應該係越玩越細，越玩越細。覺得我由細到大應該就係即係對我自己最早嘅認知咧，就係阿媽生留咗啲記憶體俾我嘅，係啦，呢啲係仲留咗喺阿媽個肚度嘅，先走咗。翻返嚟先，因為由細到大咧，好多嘅老師啊，或者係即係見親家長都係話啊，即係其他幾好啊，不過就冇記性啦，啲大頭蝦啦，係，咁大頭蝦係，到依家呢一刻我都覺得都係存在嘅，就係、是、可能阿媽生留咗個記憶體俾我嘅，即係可能睇相嗰啲都會話。即係我係欠缺呢個記憶體嘅，係啦，咁跟住，跟住喺我成長留低啲咩俾我咧？印記，可能喺個心度，仲有個 inner child 啦，呢個 inner child 就其實係細個係。喺經濟環境屋上面咧比較缺乏啲嘅，同埋咧屋企排第二，係最中間嗰啲咧，咁就 always 都係被忽略嘅。咁我覺得我唯一貢獻到，即係可以為屋企令媽媽唔使咁多擔憂咧，就係、是做好自己啦，唔使令阿媽擔心咧，就我唯一可以。表達對佢嘅愛嘅，係因為我細佬有即係啊讀寫障礙啊、過度啊、專注不足啊，即係仲有好多好多問題咧，都會佔據咗佢好多思緒嘅，所以咧只能夠就喺我嘅範圍裡面去做好自己啦，咁就唔需要去令佢擔心啦，咁所以即係同埋屋企冇錢嘅時候咧，通常就。即係好多嘅需要咧，其實我都係會壓抑咗。即係總之任何啊攞到份通告，一有錢嘅，即係需要用錢嘅活動，可能問我想唔想去，我都會好直接話唔想啊。即係因為嗰個物質嘅缺乏，而去令到我唔敢有想咯。咁我覺得到依家呢一刻，其實都仲係即係令到影響住我嘅，咁當然近年會好啲啦，因為我會係比較唔敢去想，係咯，即係覺得自己可能啊，係咯，即係會比較壓抑自己需要多啲。咁呢、這個即係入面個 inner child 可能就有啲透明啊，透明到睇唔到自己嘅，係啦。咁跟住就去到
去到自己成為一個母親啦，係啊，孕育生命啦，曾經有個人仔喺呢一度長大啦。咁而家即係 even 係已經離開咗個身體，但係其實我哋之間嗰、那個嗰條線就一路條磁帶就一路有條無形嘅磁帶去聯繫住啦。正如我都會其實聯繫住我媽啦嚇。唔知畫啲咩俾佢代表佢啦。即係呢個係代表個。個腦有一部分就留咗喺我媽度，跟住翻返去。做媽媽係一個點樣嘅經驗呢？係一場修練，係啦。是一場睡眠的剝奪啦，係啦。咁不過我覺得每個年紀的佢，其實我對做媽媽的角色都會有很不同的反思的。例如以前即係可能到佢，即係可能由未出世，我都會即係好緊張啊！會要睇即係食咩得，唔食咩唔可以食咩啊，或者係乜嘢啊？即係盡量用一個即係科學上最好嘅嘢去。俾佢啦，係啦，營養啊，各樣咁，即係所以啊，母乳好喎，咁即係就要堅持母乳啦。咁其實好辛苦嘅，即係喂母乳都即係跟住可能到佢出世嘅時候，其實你係經歷翻你成長嘅時候，你所忘記，你所即係忽略自己係點樣。長大即係點樣出嚟，但係就喺佢身上可以再重新去經歷一次。細個唔知點解幼稚園都要默書，係咯？幼稚園有一次我完全因為真係唔記得咗有默書呢件事嘛。咁所以咁梗係炒啦，好似得四分我記得，四分跟住俾我媽追住嚟打，係攞藤條追住嚟打，跟住然之後喺嗰張我好記憶嗰個片段就係喺張牀度由打到呢度跨過去另外一邊走，係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片段啦。跟住而去到後來我細佬出世之後咧，佢係即係。佢就係科科零嘅，即係佢即係係啦，好差嘅，佢都冇俾人打。咁嗰個時候就好怒好嬲啊！即係嗰種雙重標準啊！點解我咁樣即係四分？其實我都係咁啱嗰次攞咗四分，其他之後都係即係九啊幾啊，即係成績係幾好嘅。即係尤其是可能細個一年級啊，成啊嗰啲時候。係咯，都俾人咁樣打身嘅喎，係啊，咁但係
去到細佬咁樣嘅時候咧，你就睇到，哎，咁即係點解咁偏心嘅咁咁咯，即係會有啲雙重標準咯，會嬲咯，係，即係係咯，而家我覺得依家都進步咗嘅，即係喺日常記自己某啲嘢。因為之前即係可能連鎖匙成日都唔記得，但係即係成日都喺屋企門口度即係等咁樣等人打救嗰種咧，係啦，跟住係啦，即係卡數啊，經常性就要即係啊打佢再 wave 佢啊，又或者係硬食嗰個罰款啊咁樣咯，係啊，即係經常都唔記得。但係你點去理解呢種唔記得？會唔會有時唔係同記性有關？即係總之啲生活上嘅嘢就會係比較攪搞啲咯。你幾時開始發現自己係咁？我覺得由細到大都係咁，即係所以係永遠都唔會帶紙巾出街嘅，係啦。咁係直至到結咗婚、生咗小朋友。生了小朋友之後咧，就開始慢慢要，即係慢慢改變啦，係啦。因為要為個女負責。係啦，跟住因為你唔帶，即係你唔帶齊，都會唔記得。但係當你去嗰個責任係孭咗上身嘅時候，你冇得停留喺，即係有時其實。我大頭蝦啊，或者係咩咧？其實好似彷彿身邊人已經習慣咗咧，然後我都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哦，咁啊唔使太用個腦生活啦，係啦。咁後來係知道你唔用腦生活都可以，但係你要用心去生活咯，係啦。咁你都唔可能即係忘記某啲。即係大嘅嘢嘅，係啦，咁係咯，同埋即係因為先生走咗啦，係啊，其實上年走咗，即係過身，咁所以更加我覺得以前係佢就係一個角色同我即係好照顧，好照顧型嘅，佢係即係我係唔帶紙巾，佢永遠一定係帶紙巾，即係俾我用嘅，係啦，咁。佢就而佢留低嗰個習慣咧，就令到我知道我要用心去生活，係啦。所以sorry， 繼續，繼續。係啦，即係所以就。出街一定有帶紙巾，而家帶兩包啦。唉，我覺得係應該由大學讀社工開始就開始發現同埋意識。即係呢個係第一，永遠都係第一步嚟噶嘛。你要起碼你要知道自己係點樣。咁我點樣知道我嗰個情況都幾嚴重呢？就係喺讀緊大學嘅時候，即係有啲 growth group 啊，要參加嗰啲小組就係咯。咁嗰時咧就開始要講自己的 timeline 啦，跟住然之後就去又仲有份問卷要做咁樣，就咁啊做完就即係睇下你啲 test， 即係你個人係點咁樣，有啲類似性格 test， 跟住然之後我記得好似係，我覺得。那個即是在自我形象那個有個分數的，好像得幾分咁樣咁上下啦。咁跟住後屘我開頭以為咧，原50分是滿分的，咁我都知道我低的，咁就係到
咁啊 OK 啦，咁都接受啦。跟住後屘我先知我有個朋友50分喎，跟住50分，跟住佢話佢係啱啱中間咯，即係個醫生話，即係嗰個counselor話佢係中間，跟住我嚇。即係原來100分滿分㗎，即係會唔會有啲過分啊？跟住你開始即係意識到自己咁樣，即係有啲嚴重咯，喺唔愛自己呢件事上面，係咯。跟住就係咯，跟住嗰時我覺得喺大學嘅3年裡面，其實係即係一個好長嘅，即係自我發現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我覺得即係揀社工係即係讀社工最好就係佢幫你重整緊你過往一啲嘅嘢啦。咁係咯，跟住同埋 counselor 問咗我一句啊，點解你對即係陳子潮咁差嘅？咁跟住我啊，原來我對佢好差，即係原來我是這樣對他的，是的，即可能聽完即自己講自己的成長故事之後，他就問了一個這樣的問題，而我那3年我都一直這樣在找這個答案的，即如果從一個身體特徵去認識自己，首先是一個很堅壯的膊頭，小到大我的膊頭都是被人說是很橫的我覺得可能是我都是一個挺有承擔挺會負責任的人的，所以可能天生我的膊頭比較橫一點是的，一個堅壯的膊頭啦，啊！眼睛嚟講咧，我以前都幾享受蒙查查的感覺嘅。係啊，即係我以前2-3百度近視，但我都係可以唔做嘢唔戴眼鏡啊！即係總之搭車啊，前面喺你面前走咗嗰架車，都唔係太即係我明知可能我咁樣生活其實係會麻煩好多嘅，但係有時我覺得啊，好似蒙一啲都幾好喎，蒙查查都幾好喎，係啊。但是我就在生完我女兒之後，我去做了激光，是的，即是我放棄了一個可以蒙查查可以清晰的一個機會，永久修正了這個筆，是的，但其實以前這個對我來說有時不是一個筆來的，是的，是一個 console?I don't know， 就係係咯，即係一個藉口。以前應該係成日唔記得咗戴眼鏡，係啦，覺得好重，即係咁又覺得即係覺得生活到啊～不想加啲嘢落去，令自己多一樣嘢，咁即係唔到啲好緊張嘅關頭咧，我就唔會戴 con， 唔會戴眼鏡嘅，係啦。蒙查，因為好似你感覺係你可以有個選擇，可以選擇，幾時開始都可能講不清楚喎，係咪做嘢之後？好像又做嘢之前都係咁喎，
唔知啊，即係噏唔到啊。總之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啊，可能係有一首歌開始內看著我，不如夢一點啊，係咪有一首？因為我就開始覺得啊，係我有時諗起，即係同人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就諗起呢首歌，可能唔知咧。係啦，即係可能呢首歌可以講到自己某啲嘢先至，即係個嗰個年代啩，唔記得咗啦，真係係啊。咁但係係邊個唱我都唔記得咗。你自己識唔識唱？可唔可以唱幾句聽啊？得一句咋？得一句啊？係啊，得一句咋？我已經將佢變咗做文字語音輸入，然後文字嚟噶啦，已經唔記得咗個音調係點。係啊，我諗我覺得自己嘅責任係要即係回饋翻屋企，照顧屋企，照顧爸爸，照顧媽媽嘅，因為可能即係我哋。其實我哋細個即係一家人都係，雖然打打鬧鬧，但係好 close 嘅。咁我哋住公屋啊，即係好細，但係日日都笑到肚痛嘅，可以係。即係跟住，即係因為爸爸係好 close， 好平易近人。咁我哋即係食飯就圍住張台咁，跟住做咩就即係大家個起居生活就大家都係圍住張台，好 close 好近。然後那種 bonding 很強的，咁我知道，即而爸爸以前去照顧我哋，即係去賺錢咧，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可能曾經聽佢講係，即係佢成日攞出嚟講一個人要打三份工啊，冇乜點翻過屋企啊，搭的士翻工啊，跟住瞓覺就即係其中一份工就係做夜晚嘅康，即係保安，跟住然之後就喺啲車同車中間瞓啊，即係經過一個咁樣嘅時代，即係係啦，咁佢捱過嚟嘅，咁所以覺得有即係自己而讀到大學咧，咁我好苦碌嘅，覺得自己其實覺得好似都冇乜。即係我係樣樣都好 fair， 例如講緊我兩次公開試，其實我都係都係由即係都係全部啲跟住就有三個 crack 咁樣啦。係啦，跟住然之後第二次嗰啲公開試又係 D， 跟住又有個 crack 咁，先至啱啱糊糊碌碌可以即係升到上中六啦，又可以糊糊碌碌上到大學啦，係啦。咁當我咁樣去描述嘅時候，所以 counselor 就話：我話點解你咁樣對自己？即係點解你將所有嘢都唔係你嘅功勞啊？你自己好似冇努力過咁。某程度上我都是很有運氣的，覺得即都真的有運氣在裡面，我才可以成就到，是的，那是的。不過 我覺得我是真的生了阿女之後喂夜奶的時候，就知道原來夜晚即看不清楚是很麻煩的，當我又是要對她負責任的時候，我就知道啊，為咗佢應該要去改變咯，係啦。咁佢用佢一個好大嘅動力去即係做小事嘅，係咯。啊，肩膀頭先問我點解會即係有時生完即係啲記性都係差啲嘅，再差啲膊頭，係啦，幾時覺得自己有個責任要去？我覺得自己係有個責任要去脫貧，因為唯一一個讀到大學嘛 ，OK， 咁所以要改善屋企嘅經濟環境、住屋環境，係啦，即係呢個都係我讀完大學跟住出嚟做嘢，所以過咗兩三年，跟住就開始。就開始即係諗下啊，點樣令屋企
本身其實我哋諗住調遷嘅，係因為以前係連房都冇嘅，即係大家人一個床位咁樣樣嘅啫。咁去到後來覺得誒唔得喎，再咁落去都大家都冇乜空間，咁所以就買樓咯。係啊，即係我哋用綠表咁樣去買居屋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就好彩喺樓市仲未即係發聲之前咧，就買得切，係啦，咁就可以去到即係搬咗去一個舒服啲嘅環境，咁就覺得啊，好似即係有個交代啦，係啦，有個即係完成到，我覺得對呢個屋企，我要帶領呢個屋企去脫貧咁樣咯。所以呢個膊頭啦，頭大氣啊！近呢幾年多啲啩，係啦，即當你覺得生命有啲無可奈何嘅時候，都只能夠咁靠咁樣去排出。可能有，即係有啲溝通唔到嘅時候，咁就將嗰啲用嚟嗌交一啲狠毒嘅説話，將佢變成一啲大氣就呼出去咁樣咯，企圖平靜下自己咁樣咯。咁又或者有啲壓力嚟到嘅時候，即係你當你咩都冇辦法做嘅時候，即係唯有唞大氣去舒解一下身體裡面嗰個體內嘅壓，係咯。係啊，咁我覺得呢幾年都係幾 stressful 嘅，係啦。咁我哋即係我哋係因為有小朋友，跟住就即係結婚嘅。咁嚟得好快，所有嘢都咁有時快到，哇！原來已經即係一年係可以，一年裡面係可以。即係生完 B 啊，結完婚，即係其實都好簡單嘅簽個字啊。咁跟住搬屋啊，即係離開自己原生家庭啊。跟住係咯，哇！真係好刺激啊，係啦，同埋置業啊，即係同老公即係買樓啊。咁即係真係一年發生曬。咁跟住去到後面，可能我女兩歲幾嘅時候，老公就確診有 cancer， 係啦。咁係咯，又好刺激啊！即所以呢幾年就好多嘢都急速發生緊，咁咁覺得即係自己都要啊，要去撐住，要去繼續落去嘅時候，即係係咯，都有啲無可奈何嘅時候，即係唯有係唞大氣啦，係啊。屋企人俾唔俾到支援？我原生家庭好 support 嘅，但係有好多時候，即係喺一個照顧即係 cancer 嘅屋企人同埋個女咁細，即係嘅中間咧，其實你嘅角色，你就算俾到幾多嘅支援，你都係有啲位你走唔到，你都係要 big choice 啦，都係要 struggle 嘅，係啦。而家走咗有冇一年啊？冇啊，上年十月。咁而家有冇 settle 到自己？跟住其實我 OK 嘅，我覺得喺
喺佢確診之前咧，有一輪咧，我就即係好啊！突然之間諗生死啊，會睇一啲即係關於死亡嘅書啊，即係真係喺佢病之前係啦。咁我即係我覺得係有我自己係有一個好強嘅信念，就係、是、其實靈魂係即係靈魂會係揀咗啦，而我哋亦都死過好多次。坦白講，我唔係太怕死亡嘅，我反而覺得佢即係死之前佢嗰種不安啊，嗰種嗰種好似衰身由死嗰種嘅生活啊，俾個病折磨啊，其實嗰段時間對我嚟講更加痛苦。比我失去佢更加痛苦，其實我又不覺得我真的完全失去佢，佢只是換了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即係呢個是我很強的信念，所以我不覺得那個 grieving 是很沉重的一件事，係啦，咁我反而覺得而家的生活慢慢 settle down， 可能佢舒舒服服咁樣離開了，冇遺憾啦。他要做完他要做的事，那我覺得 OK 了。 只不過現在要適應一種就是、啊、我要又即我要自己又可能要膊頭要闊一點，就要即再處理阿女的成長，是啦，又不覺得即我又不可以是啦，即有些期望是要fulfill 到可能老公的期望，即帶住佢嘅一種期望去湊個女咁樣咯。咁就係咁咯。我諗係都即係都係阿女嘅，係啊，即係最能夠俾到決心我去要去改變一啲係咯，要去改變自己咯。即係令自己再修正，或者我覺得我老公的離開其實他都留下了他的一部分在我身體裡面，所以我有時會用他的標準去同埋他的習慣去行事嘅，係啦，即係唔係完全是我自己咯。而家我覺得係啊，因為我覺得我老公有一部分是留咗喺我身體，我想是個腦，係啊。腦的部分是有老公的加持的是因為即可能以前一些即大的事啊，即經濟啊，其實都靠他去 manage 的，就總之錢銀的事都是 他去負責，不是說他一個人賺了錢的意思，而是他去即主力去看看怎麼分配或者做些什麼，通常大決策都是會他去做咯。我覺得他就是還有他就會比較用腦生活多一點的，去邏輯型啊，即記性嗰方面啊，要做啲咩啊？成日都會提我要交呢樣交嗰樣啊，係咯，即係呢啲位置我會覺得我而家係 auto 填補咗嗰部分咯，用佢嘅視覺去睇啊，例如啲財政上面要點樣去安排啊，點樣去投資啊，即係佢會有多啲呢啲嘅 concept， 以前我係冇嘅，佢都對數字好敏感，而我係完全冇嘅。即係而家我會定時，好似好而家我就好少再唔記得交卡數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佢留俾我，或者即係臨出門口啊，有啲乜嘢乜嘢要帶齊啊。以前係佢餓咗好耐，佢會做嘅，係啦。咁依家我會變成佢去照顧我哋咯，呢個部分。自我影像以前真的沒什麼覺得自己有值得 proud 的地方。如果沒有你怎麼吸引到你老公呢？
我都唔知道。覺得第一個男朋友都是塑造咗我，即係佢可能比較 dominate 啲嘅，而我就好似比較 follower 咯，係啦。咁去到後面，我覺得有少少，即係有啲唔係，都已經唔係好愛自己啊。係咯，咁嗱，我覺得我愛自己嘅方法係同佢分手咯，係啦，咁然後我就開始，因為其實同第一個男朋友都係拍咗好耐嘅，都7年嘅，其實第二個老公由開始到完結都係7年，係啦，咁啊即係七年嗰個數字真係好特別啊，咁在那個成長，即是青春期的成長階段，那七年其實是很，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挺迷失，然後迷失完可能分完手就開始清醒返，那我都不是即刻再有下一個，都被自己沉澱了兩年，那我覺得那兩年是我最能夠翁自己咯，係啦，我只有自己咯，係啦。咁好快有其他人入侵咗你嘅生活嘅時候，就好容易都被動搖咗，即係將自己可能又擺低咗啦。尤其是有小朋友之後，其實更加又睇唔到自己，即係淨係睇到小朋友嘅需要。咁，好享受噶，其實嗰兩年，即係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啊！唔使去即係唔使去招呼其他人啊，係啦，咁係咯，做女又唔使點樣愁太多嘢啊，係啊，即係咁嗰時又有自己，即係可能工作上都即係被肯定嘅嗰時候，雖然好忙，但係都有一大班即係好 close 嘅同事啊。咁其實就係第一份工嗰陣時候，臨尾係啦，咁有啲 recognition 嘅，但係係咯，即係嗰陣時係開心到快樂不知時日過，覺得即係啊可以入去做運動啊，踩單車啊，夜晚可能放工十點之後先自己去即係踩單車啊，好多自己嘅時間啊。而家我覺得係，尤其是生咗小朋友係冇自己嘅，有即係自己嗰部分係擺低咗好多，係啊，係咯咁樣咯。後悔太，後悔冇點講咧，後悔太快結婚去，即係太快完成嗰件事咯。拍拖拍耐啲係會開心啲嘅，或者即係試下同居耐啲啊，或者係即係結婚冇小朋友之前，即係應該享受多啲二人嘅甜蜜多啲，先至再生小朋友咯。呢件事係係咯，如果唔意外又冇辦法嘅，係咯。細個到到青春期啊。覺得睇我中學咧係讀女校嘅頭五年，跟住之後先至轉咗去男女校，咁就即係識咗當時男朋友咁樣咯。咁啊中五中六開始咧就翻教會嘅，係咯。轉變，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即係著衫係唔好睇噶，即係就算即係成日都會有種感覺啊，自己好似係咪好寒酸啊著得，或者係
啊，點解即係人哋著咁好睇啊？就類似可能同款嘅，但係都會將啲人著得唔好睇嘅，點解會咁？即係著出嚟有啲怪怪地喎，即係硬係覺得自己係唔好睇嘅。邊啲時候最好睇啊？應該。淨係自己望住塊鏡嘅時候會好睇啲咯，但係你出到去就會覺得自己唔好睇咯，係啊。但係你都中意望鏡望自己？一般咯，一般咯，係啊。咁但係頭先你話自己望，我都唔好打你嘅以前。係咪？係啊。幾時開始去打你自己？我想我應該是由中六七開始就知道要即有些護膚的護膚，即清潔啊護膚，因為你面都不洗的，很懶的，就用水，即是跟住可能去到大學我都沒化妝過，即洗面有時都是懶的，是啊。即只不過嗰時可能即仲青春，仲可以頂得順，係啦，啲皮膚好啲。而家就啲皮膚好差啦，係啦，係咯。即但 even 其實人哋話你都唔太差，你都幾即你都幾好啊，你皮膚幾好，即我唔係好剔到嗰啲讚美嘅，我覺得。係咯，記得啦。我覺得我自己影相係唔好睇嘅，亦都笑係唔靚嘅。點樣發現就係我嗰啲正面相啦，即係刷到唔想睇嘅，係刷到唔想俾人睇嘅，亦都冇乜邊個啲正面相。唔係㗎，有啲好靚嘅影得，係啦，即係就係你點解笑得咁尷尬嘅咧？即係究竟咩事咧？即係。總之係翻係，真係好柒啊！咁樣咯，都係嘅，好少賺嘅。我哋即係兄弟姊妹嘅相處都係以互相踐踏為樂嘅。我覺得有時都係另一種幽默咯。Why so serious 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去到一啲即係人身攻擊咁計，就唔係咁。即係我覺得係關係好，你先會去攞嚟幽默咯嗰啲事。咁如果你係關係差嘅，咁就真係攻擊咯，係啦。咁同埋你帶住一個，即係你有個關係喺度去講呢啲説話，即係你開玩笑都要有個，要知道對方剔到你嗰句係幽默係玩笑，咁先至可以去即係留呢個 comment 或者係咩咯。如果嗰啲係。惡意攻擊咧，咁即係當然，我覺得係好唔負責任嘅，係啦。咁或者學校嘅欺凌嗰啲，咁梗係唔得啦，係咯。係咯。奈何